2个月前，我因为无法忍受熊大无休止的啃咬笼子，于是我给他整了口土缸。经过我一轮疯狂踩打后，泥土终于结实了。当我把它放进土缸后，傻眼了。才一会儿功夫，土缸就被他挖得面目全非。就这样，他挖了整整一个晚上，看着满缸的渣土实在难受，于是找了个桶清理掉了渣土。清理干净后看着舒服多了，没想到的是他晚上又开始疯狂乱挖，一不小心干塌了自己的老巢。第二天一早发现他躲在角落无家可归，于是在缸底埋了个木房子给他当家。这就是最终完成后的样子。本以为我辛苦忙碌了大半天，应该能让他安稳地住一段时间，没想到的是，就仅仅一个晚上时间，土缸从这样变成了这样。不得不说，这仓鼠的造性可真大。没办法，既然养了它，就应该包容它的所有。咱们接着给它改造土缸。这次我打算给土缸做个背板，把跑轮和房子都集成在上面，这样不管它在土缸里怎么折腾，都不会没地方住了。这就是它入住后的画面，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。一到半夜，它又开始了。他晚上又会挖洞，在我意料之中。可我不明白，这么好的木屋他为啥不住？难道他是嫌里面不够悠远？于是我给他的石盆里放了些木屑纸棉，然后放土缸里让他自己搬。经过他不懈的努力，纸棉全部被搬进木屋，只留下干硬的木屑在碗里。我们打开木屋看看，不得不说，这家伙是懂得享受的。咱们明天再来看看他愿不愿意住在这里面。第二天一早我就来看他了，太开心了，他终于愿意住我给他做的木房子了。这么看，我的这个改装还是挺成功的，挖洞再也不用担心房子坍塌了。几天后，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把纸棉都搬了出来，在角落瑟瑟发抖。你说你放着这么好的木屋不住，是不是脑子缺根筋？在他从窝里爬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肚子比原来鼓了很多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，好家伙，看样子是有宝宝了。为了确保他的生产安全，最终还是先让他住回亚克力笼子吧。没想到当晚他就生产了，吓得我一头冷汗。幸亏转移的及时，经过我细心的喂养，15天后，咱们去看看熊大的孩子长什么样。哎呦，已经能睁开眼睛了。翻开垫料再看看其他的小家伙们，长得实在太可爱了。3-4天后，熊大的孩子们终于长大了，咱们随便抓个出来看看，真的是超级可爱啊。满月后就该给他们分笼了。熊大的基因真是不错，孩子们个个长得都很壮实。把他的孩子们都抓出来，熊妹妹统一都住这口大缸里，剩下的看样子都是熊弟的了。土缸里的两只熊妹妹看样子应该能很快适应这里面的生活。最后给土缸里的小熊们喂点吃的。行吧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看一下，今天又帮粉丝定制了一个猫柜啊，这次呢用的全都是实木的板材，这个材料还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木头非常硬啊。
切割的时候，我的锯片都焦糊掉了，因为太硬了。看看整体啊，转一圈，这边是透气网，铝合金的啊，上下两个，背面，背板呢用的也都是很厚的板，从这边能看得出来啊，背板也是非常厚的，不是那种薄板。然后整体都上了一遍油漆啊，整体上了一遍油漆，这样子抗污能力会强一点。这边呢，上面一个通风网，因为下面做了一个平台，一个小平台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正面这两块是叫做防弹塑胶，就是说很耐摔，不容易破的啊，比亚克力板的材质要好一些，非常重，非常沉。边上呢用的是不锈钢的轴承合页，非常的厚啊，用料很足。然后它上下是没有那个框梁的。打开门啊，这边是那个开关啊，再看一下这个开关怎么用。开关上下各一个，圆片形，这样的，纯实木的啊，上面上了木蜡油，下面还有一个，这样关掉的话，这门就很结实。这里还有一个小锁，不锈钢的小锁。哎，这么一卡就很结实啊。猫在里面生活呢，就不怕它逃出来啊。嘿，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板是透明的啊，你看这膜没揭啊，运输过程中怕有划痕，让客户自己去揭啊。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平台，这边可以放个猫厕所啊，下面还能放个猫窝。猫直接跳到这上面，就能去上面平台了啊。上面平台可以放一些猫玩具什么的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这么一个箱子，全都是实木板啊。你看，这不是贴皮的，从锯口能看出来，都是实木的啊，非常坚硬，非常结实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啊，如果也有想定制的可以找我啊。行吧，拜拜。下面是粉丝收到货的聊天截图。